新闻首先，请查看这边来关心嘉义县的消息。为着和嘉义县的观光游客品质提升，同时也提供多样化内容，议员刘敬祥特别在第十七届第十次的临时会当中提案，嘉义县回都市土地变更游客用地兴办事业计划审查自治条例，今仔日审查案当中无异议通过此案，并且请县府将奖励投资方案列入自治条例，同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为了好嘉义县内非都市土地获得充分的运用，县议员刘敬祥特别在议会临时会当中提案，非都市土地变更尤其用地兴办事业计划审查自治条例，二十三号临时会当中获得无异议通过此案。刘敬祥表示，这也意味着未来将有较侪一大型游乐园来嘉义县投资设园。咱今仔日吼，伫咱的第十二届临时会吼，本席提案的吼，诶，这个这非都市土地变更尤其用地的案吼，已经正式通过啊。这表示讲吼，咱嘉义县吼，未来吼，也有真济吼，这个大型的这个尤其的这个诶，这个做场所吼，会伫来这设立吼，所以对咱嘉义县的这个观光吼是非常有助益的哈。啊嘛，咱感谢咱。所有议会当然吼，对这个案吼，全部吼无异议通过。今天议会进行这个非都市土地进行为变更为这个油气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设施用地，这案主要是要来做相关的这个奖励的措施，也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非都市的土地范围里面，那可以透过这个兴办事业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提案的方式，然后送来这个文化观光局来审议通过之后，只要这面积在0.1公顷、5公顷以下，然后进行为变更，然后以及相关的这个兴办事业计划通过之后，我们就会给予租税上的一个优惠。那欢迎就是所有希望能够在嘉义县里面来进行这个文化跟这个观光事业的一个相关上的一个投资。立竿案的通过了后，将依照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且依照动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另一方面也表示，土地0.1以上5公顷以下，一旦提出申请，嘉义县政府的租税上。嘛会来减免，新闻是无人做来先，嘉义县采访报道。